请收看《卫星世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啊，咱继续过来，甲各位介绍着风水。有风嘛爱有水，有水嘛爱有风。风就是咱人的思想，水就是行为啊。所以风甲水，风甲水，水甲风呢，拢不可缺，不可少。人生的生命的庄严的法宝。所以咱今日伫遮咧，啊，实际个所在举办即场易经风水学个讲座啊，啊，即户门啊，门门是雨，啊，即个门门个户门啊咧，即就是一个法宝，一个甘露。啊，曾经咱一位信徒弟子，啊，伊咧对风水嘛真有趣味。但是呢，一对风水的见解呢，拢是为自己好为出发点，唔是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有一天啊，啊伊是大人的风水，啊伊就是讲，那个水就爱有玉大有包，才会发财。那么我是大人头上水高啊呢？滴滴咧，感觉水咧，这风水就较无好啊咯。还就家己去想想想咧，啊，伊大个啦，吼、哦，我头前水咧，水到来个创个圆圆，安尼像摇大水，大倒大大啦，倒大大咧，就鸡仔王啊，吼、哦，倒大鸡仔王啊，玉大水就有贵啊，啊，那么伊就去开始咧。去讲哦，头前要抗着，伊就甲创着圆圆的水，有较顺势哦。结果对面去口罩咧，车祸、事业了钱啊，对面迄风水咧，反正就灾难叮叮塌塌，啊，拄啊一个好朋友。结果迄个朋友咧，看到我，你若头前水甲创安尼，你的圆圆，我会变翻江。水或者有翻江，咱的面头前爱像腰大，腹肚大大，飞倒转来，或者玉大水，热水来向出去，水呢，安尼弯弯弯倒出去，或者翻江水，翻江水呢，翻面无情，夫妻翻目，事业翻目，哈，人叮叮当当，是是非非，足些的啦，哈，人两个呢，就为了这代志。啊，去征集。啊，一天，啊，拄对面的亲戚，马上老信徒，一个老师啊，我怎么风水？阮对面的亲戚吼，伊甲创业好，我会歹。我是安怎了？伊讲，都有一天，家来真袂平安，我就风水去顺看嘛来嘞。结果用我这个做法，我问我的亲戚呢，伊讲先生，甲伊讲用安尼，你安尼你做就发。对面呢啊，别人刀关不了啊！你看这个私心啊，私心。所以结果两个同甘苦，拍歹感情以外咧，啊，两个遐多嘛信徒在咧问，你得恢复原来个创治的多啊。风水，咱来平安多啊，咱卖为着私心，有个人为着私心，无只爱心，干了要干了好。好地理啦，不如好心理。
好心理呢，不如好伦理，好伦理不如爱有天理呀、啊。啊，所以各位，咱大家，咱真济有诶未顺事，个人诶命嘛有关系，个人因果嘛有关系，个人有嘛关系。若是咱有诶祖先老风水咧，做出的水咧，翻翻出去咧，咱都爱注意，咱都唔通做啊。即因为最近嘛有发生着咱真济信众信徒咧，啊伊咧大厝嘛好啦，祖先风水嘛好啦，结果水翻出去，带来真未平安。所以就这因缘啊，甲各位提醒者，若有咱爱注意啊，咱熟悉的乡亲，熟悉啊。过去的名山，好有啥我是唔知，但是这几年来，咱的名山就是水灾，是不是咧？哎，水灾严重啊！哦，水灾咧，啊，严重啊，是当然会较无顺势，但是一记哩，过一年以半年后咧，吼、哦，咱甚至开始大家会真平安，政府的政策。政府的努力，甲天运的关系啊，所以咱唔通讲讲水歹，但是以事先的预防嘛真重要着着。啊，面对着咱台湾目前大家讲经济开始较无好，事实上咱台湾的经济也未歹。啊，咱台湾啊，啊，这几年来虽然讲啊，这个政府的轮替，真济无相像的理念，当然会。迄嘛是一直甲咱教化、启示着咱社会结构。咱每一个人的思想智慧，一定爱有革新、革新。咱思想有革新者，咱社会才会进步；咱思想有革新者，咱的国家才会进步，咱的事业才会进步。那么有人甲问讲，老师啊，即摆拢开始咧革新，风水有咧革新无？你看风水有革新无？风水无革新，好就好，歹就歹啊。别人讲，咱问出去，啊有诶咧，我想出去咧，啊都门都打出去咧，啊伊就去装着莫打拍水。或者讲啊，我有诶头就为着冷气，空调室。空调的主机，咱门都出去咧，呼呼叫的是啊，然后尾啊一定会结烂，然后开始讲无声，然后开始缩掉的，这是风水，这是咱现在住公寓的人爱特别注意的。咱反正门拿出去，或者咱门出去看到一个电梯，电梯咧门咧起起落落的时啊，咱所伤到的拢会伤到哪哦？但是无问题，有一个方法，哈，咱的电梯咧，你挂两支双喜，双喜甲搭来甲切开，门开，那边嘛喜，这边嘛喜，合起嘛喜，哟，这种咧。家内咱公务的人真容易断着电梯，门出电梯，迄嘛是风水呢。所以风水唔是咱所讲的看风向而已尔，环境的配置嘛是风水。啊，比如讲我即摆现在国家很强，啊，这个名称位啊，第59页。名称为名安伫便所的面顶，还是下骹第17条，这条。前几天啊，咱一个信徒，讲老师啊，我咧高囝高三啊，入去房间唔困，拢在睏客厅，哭哭撞。我撞偌久啊？撞三年甲四三年，我要四年啊！我咧名称迄间一定有问题。我遐囝咧，伊讲妈妈。入去这间厝房间内底咧，有一个老头子住在那边呢。老头子，如果我要惊死，那老头子看也无看，啊叫因阿公倒来住伫遐。
伊若讲原来就足歹就对啦，性格真烈。伊若原来讲我当住遐，所以伊囡仔唔敢住。啊，囡仔，对，好像是爷爷，愈讲愈着惊。啊，伊就走来问我，你看卖，你这本册囡仔房间床位你先看卖。老师啊，阮囝的眠床那是安尼便所面顶哦。下骹在咱的便所浴巾啊，啊眠床对完全放伫困伫浴巾啊下面顶，所以湿气乱流的电波造成囡仔是惊惊吓吓。哎，我囡仔就搬入这间房间呢，佮刷入了，册读无册，唔读册，啊困袂着，每一工诶，佮咱外口化妆，防水。所以各位，我今日送这本书给恁，啊，恁等下家己对，我只要足白话诶，拢无足复杂诶，哦，唔好看这出，这个风水册吼，无真大本，恁也爱看大本诶，用起来先有事，我有大本诶，我讲上课到即摆咧，已经3400+，是吧？3400起来，所写诶是钢筋涂骹遮悬，恁若要看大本诶，再来要看大本诶。那我四分人恁兜用都够啊，要平安的这都够啊，哦，所以风水册咧，咱来用看第30页，对二九页开始，33、31、32、33咧，这几个页咧，都是咱厝场基本的条件。风水册，啊，一部车要用50页，安尼俩。但是各位，好，咱这里最基本的条件以外咧，咱要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咧。好，各位要进一步了解的是，欢迎，好，咱踊跃来报名，咱家会上这个课。好，一年3个月的中间咧，咱会开这易经风水学先修班的课。目前咧，咱已经106班啦，106班咧，咱嘛真济妙法传了大家。咱今日来遮是以法会友，以法会友，以这个法来会各位朋友，以法会友嘛是咱一场的法会，啊，以法来会咱大家心，或者印心，将我所领悟、所印证的法咧，讲予各位一个了解，印这个心。印这大宇宙、大地、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力量，真即是风甲水。所以风水，风水啊，咱每个人的念头、每个人的行为，拢是风水内面。包括咱一个国家的建设，嘛是离不开着风甲水。啊，国家的建设咧，就是一集大家的理念，风。都是交流，思想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以外呢，然后去实行去实践。无论啥人起来领导咱的国家，无论啥人伊来做总统，无论啥人伊来做部长、做议长等等呢，拢是为全民来服务。这嘛是风水的法则啊！所以各位咱实际的乡亲。风水册的这个妙法，用在生活上，用在家庭，用在咱的国家，用在社会，用在各地的经济，都是息息相关。啊，前几天呢，一礼拜前，我去到大陆，去大陆西安呐，去祭拜咱的老祖公啊，咱的黄帝祖。在6、7年前，我去黄帝祖的所在啦，我去拜拜。因为虽然现在国家有分立一边一国来讲，但是咱的老祖公啊，黄帝祖，咱拢共的祖公。那么我嘛是一定会去拜祖，去看到这个所在，黄帝祖的所在，我假使咧头前水那会使甲洞天门洞起来时啊，后摆中国。的经济不得了，大陆中国的经济复苏起来以后咧，大家生活安定，就未想要相拍，未想要抢，未敢讲哦。台湾蒋中正，较早蒋介石先生，再今仔去台湾，所以台湾才遐好个，
就无这个问题发生啊。因唔知我咱台湾人拍拼，无名无实的拍拼，所以因这个状态之下，因生活真困难，一定联想疑心，定定塌塌，怀疑着咱台湾这片的净土，台湾这个土地所有同胞的努力的拍拼，结果把人丢人掉，是安那？因为生活艰苦，看咱台湾经济真好，台湾的生经济安那好，四边拢水，八国为水神，台湾经济以后直直爬起来，尤其民国93年甲113甲133的天运内面呢，吼133一百，拢总要60年的经济大天运，安尼敢会落歹？要60年的大天运呢？啊，所以咱若了解以后，咱拍拼就落啊嘛。那么大陆，我讲假使最后读起来，大陆会兴，我甲因当地当时啊一个主管讲啊，因可能有去甲因转达，甲顶级转达的时啊，啊，伊就开始遐动起来。去年去，去年嘛去，水拢起来，哎，中国经济会爬起来啊！啊，中国人开始中华民族会行行顺顺的，开始特别有尊严，互相会相尊重啊！但是有的人哦，老师啊，你甲讲讲个大陆经济好，对咱不利的，咱卖呢？想我咱卖，咱要边开好业呢？要好边好业做呢？钱财好业，心灵世界的好业才是重要啊！心灵世界的重要。所以顶啊一阵啊啦，半个月前啊，咱台北啊某一位啊，托你讲声。啊，咱有咧竞选，就明年要竞选的。啊，两位先生啊，坐咧去咧，就讲，托你讲会到保庇，我一定会当选后任的什么总统啥？哎，托你讲到保庇，托你讲到保庇，吼，一定个咧想要做总统。那么另外一位咧，哈、啊，咱的现任总统咧，伊去咧讲，今日托你讲生日，咱爱学托你讲的谦虚甲谦逊。这是真真正正台湾人，安尼舒心无？大家人才对。咱台湾人正正台湾人的心灵的世界，偌丰富你看啦，偌丰满，偌有自卑心，这是真真正正咱台湾人的自信。所以台湾各位，咱住伫台湾2300万人的自信是谦虚、谦逊、知恩、感恩、报恩。人生观啊，这是啊，因为台湾这个土地调养出来的所谓咱台湾人这片净土，所谓咱的同胞，这是啊，好风水啊，好风水，水就是柔性。当咱一个人烦恼到位的时候，哈，我用建议各位解除烦恼方法。那无咧，咱坐海边看水。但是注意，莫甲跳到海底，想袂通莫甲跳到海底。啊，你啊水伫遐边呢？你去伫看水，啊是一碗水旁个，直直甲看水。咱个头壳会休困，试看嘛来，足有效哦。旁一碗水，一碗个水嘛好，面旁个水嘛好，你点点坐咧甲看，咱心平气就好落啊啦。所以各位，啊，放甲水，放甲水，咱有水食。咱的生活心灵会安定，安定头脑清醒，清醒咱好多事都袂做啊，袂做的事啊，家来就平安啦。所以我建议真济咱的十方神仙内底有缘的啦，咱的厝内底，咱凉平那会当的，是鱼啊水族箱的水咧，日日落落，日日落落，迄水咧，你看咧，精神好，精神好，咱的心就安静啊。心安静，就有智慧，有智慧就袂糊里糊涂，事就出来啊。咱做事业生意就赚钱啊，这嘛是风水的法则呢。所以各位啊，咱是现代人，咱唔是古早人。古早的人生历史的过程，拢会经过。但是咱时时咧，
咱祈祷，希望会当大家的顺心，祝福咱的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的人，伊拢会当顺心，伊的平安的时啊，这是上好的修行。好，那么这个修行呢，大家平安顺心，咱就平安顺心啊嘛。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讲，老师。啊！你这个法门，拢希望大家多赚钱，大家平安。那么你要安怎？我真简单，我头到尾嘛咧想尔。大家拢冤枉，我做去食。我逐工第一免煮饭，第二免买菜，第三咧免洗碗，第四咧我免擦。大好嘢，我做去食，无可能让我做去食啦。我逐工分，逐工下食。安尼咁无舒心，所以啊，咱大家啊，心胸拍开，大家好，大家平安，社会就和谐啊嘛。卖讲咱为着我自己要爱啥，希望神帮忙我，保庇我会得到啥。脑智慧咧，咱爱学神的精神，佛祖的精神，观音菩萨伊就慈悲的精神，王禅老祖伊就是慈悲的精神，咱爱学。是慈悲的精神，即是咱嘛甲神共款嘛，咱就真好个嘛，这嘛是风水呢。所以各位啊，咱对日常生活来做起，那么家庭的代志呢，咱遮呢是真简单，我写足详细，互各位用作一参考。咱个幸亏，主人办公桌啊，未使靠白虎平，别个咱办公桌来遐呢。我拄啊靠壁，正想靠壁的时，十间公司九间倒，我看有够济啊！咱主人哦，当初因为拄啊来正面哩靠壁的时，我都好逼心，好逼心的时啊，我你讲，兵起住，路起住，白虎兵我都烦嚣人。咱要今日呢，恁若倒去呢，啊，较悄悄嘞，恁就平安啊，会渐渐减少用烦恼作祟。咱顶前讲到头前主枪，正明白好，好爱静，量爱动，咱的量平。咱有洗衫机，所有电动的，你拢去摆量平。恁坐向到来，恁厝内面的量平，一定家内家就平安。后壁呢，咱后壁上好莫放呼呼叫的机器，咱若呼呼叫的机器啊，或者黑幕，黑幕就擦了车，擦车呢，黑幕就是俗。咱一经一乾卦，乾者为天。你后壁过去动动动动动的时啊，就是为火。一动者为火，火克金，火一旦克金的，咱脑呢会落落，落落呢，咱思想智慧，咱就会减少着思考的空间。一旦减少思考的空间，头壳落落呢，心头破破。那么迄个时阵呢？咱家内一定袂平安，事业袂顺心，这嘛是风水呢。国家嘛同款，国家咱是后壁所有任何一个人，咱后盾必须是后盾的事，咱爱互政府、国家做后盾来做靠山。政府、国家咧来领导咱，大家共同为咱的社会、为咱的家庭、为咱的国家。共同来创造着清净人间的净土，这嘛是风水的法则。各位实际的乡亲，风水咧在世间。不离世间的任何一个脚步，不离着世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一点点滴滴拢离不开风水。所以啊，咱谈起风水叫做面面观，伊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宽。曾经咱就位信徒先生啊。伊甲问讲，老师啊，甲苏国家风水若唔对的时，对国家有啥关系无？真简单，
国家的重要的机关的风水难对啦，影响整个国家。国家的政策若错误去的时啊，整个社会、国家、人民受到真大真大的灾难甲灾殃，比贪污搁较厉害。所以，咱国家的风水非常的重要。那比如咱外交的单位，较早台北大大医院啊，还未起的时啊，咱的国家大国拢有。咱若大大病院起起来的时啊，好额头，兵起主，路起主，大国变小国，白人变黑人。原来要提钱给人呢，现在呢提钱给人呢，如果给他骗骗的，太少，我要给别人，要给别人好，结果国家的灾难到位了，也是我们全民的不幸。前一阵子，咱的主管呢，他说老师啊，你的看法怎样？我看法呢，我都跟我说都没不对。国家若有一些经费的时候，咱来给他建设。想简单嘞，无用迄种阿官有用，山不转，路转，路唔转者人转，人来用后天的能力来调和、整合咱这个风水地理环境。啊，可惜嘞，咱国家的经济，这个加这部分呢，这个经费不足，就讲有困难。有困难，小小的一困难呢，影响到全局的困难。这爱有大智慧，才有法度去听一句话哦。你外口一大堆等候人的时啊，人甲你嫌。你甲你开一次出来，甲做起来，足简单嘞。你这做起来，原来一块嘞，反正两角多啊，两角花都够啊。那无嘞，两块，两块，你讲一块，你都爱两块，这个呢，风水影响一个国家的国运。再来宗教，宗教呢，是咱每个人心灵世界开发的大基地，咱的大本领。各位把宗教拢看作叫做拜拜神啊，错误去啊。咱第一节甲各位讲，咱看环境，咱去佛祖的所在。佛寺的所在，拖鞋弄个遐清气，迄就甲咱教育。咱足清气的是神佛菩萨，咱嘛会欢喜咧，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是啊，咱生出智慧，做事业都顺心嘛，身体嘛健康啊。假使一个厝头厝内底囥个乱七八糟，咱三年前呢，我去咱内湖啊，一位地主的厝。一出来底无位好啊打呢，我脚都爱噜噜噜噜打者，迄个噜噜在打，去到楼顶的吼，找无路去哩，等下物件等遐物件，等到规头壳拢无路行。你甲问个老师啊，我若遐袂顺心，我财神也要来恁兜，啊财神的老伙仔哩，啊看你脚遐垃圾，伊唔敢入来，财神也活得到厝里啊嘛。迄嘛是风水呢，所以国家。的风水、社会风水、道场的风水，拢是同款，保持一个一清净的心灵世界。若是一个人也要有清净的心灵世界的时啊，我相信呢，咱国家会和谐，家庭会顺心，咱的事业一定会赚钱。所以各位啊，台湾的宗教非常的兴盛。台湾的宗教是国家安定上基本的条一大立柱，无论是甚物党来执政嘛好，也是无党来执政，拢离不开宗教的妙法，离不开宗教的教化。因为宗教所有的道场团体咧，拢是伫启示咱如何安尼做，神教会伫庙内底，咱家庭嘛一间庙。厝内底嘛是一间庙，公司嘛是一间庙，所以各位啊，厝前厝后道明正明，厝内底变好清气，风水好，风水的第一个条件。各位若有时间呐，那我先去佚佗，
我承认是我风景真水，涂骹逐工有人扫。啊，差不多时啊，就扫过，叶仔佫落落来，迄就无多。哦，但是叶仔落一半，叶仔落来，嘛有个艺术感。哦，这是大自然的环境原则。所以欢迎各位啊，恁大家若有时间食，欢迎。要南投，要保利，中间啊，来咱新润市，来遐你会当找到你真济需要的智慧。或者咱食指真济佛事。啊，实际真正佛事咧，啊，咱嘛足有福气诶！啊，这真正佛事诶，咱用都爱去甲去拜佛行行咧，找出灵感来。所以国家诶，这个宗教道场诶保护咧，哈、啊，咱非常的重要。啊，当今诶，咱国家对宗教诶重视咧，哈、啊，咱有向咱诶科技院咧，哈、啊，咱秘书长、主秘书长咧。啊！伊咧对宗教的努力，啊！伊就是要建设一个台湾的净土，啊！所以拄只呢，啊，咱做秘书长呢，啊，来到现场呢，啊，咱一寡时间呢，啊，予伊甲咱开示，啊，一寡妙法，啊，咱来请做秘书长甲各位啊来啊开示一下。观念禅师，在座明殿法师、智言法师，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没有办法全程哈、聆听老师的这个开示哈、不过我刚刚听了三点哦，蛮重要的。那么其中第一点就是。台湾是一个好风水的国家，有没有听到？哦，有哈、我在想着讲哦，人哩讲哦，生下来一辈子的发展，有所谓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啦。阮读册人哦，努力是排第五位，第一位是命跟运。这是靠先天的修持，风水是排第三位哦。那么，所以后天的部分，这个风水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大磁场是一个好的风水，所以我们台湾叫宝岛，我们荷兰人叫佛摩萨，就是美丽的宝岛，各位都了解。那么，当然了，这一部分我不懂了哈。不过从风水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呢。这个应该是如何把它建立一个好的磁场，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磁场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更舒适。那么其次我听到了第二点，说民国93年以后有一家子60年经济发展较好。我甲各位报告吼，去年大家讲经济真歹吼。民国91年，去年哦，咱的经济成长率是3.59了，可惜啊，世界各国比起来，我们不错了啦。哦，虽然没有像过去6%、7%那样的发展，我们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到3.59，比起欧洲邻、亚洲的邻近国家，我们是好很多了。今年的第一季是3.56，第二季哦。都去有 SARS 带着哦 ，SARS 带着，大陆的 SARS 带着，咱的经济成长率是-0.08啦。那么比起新加坡跟香港有-4.多、5.多的，我们是0.08，等于没有成长。第三季我给老师报告哦，我们经济的成长率是3.81，第四季我们大概会超过4%，所以今年这样。加加减减的结果，我们一定是3.06，不错了哈。明年哦，明年如果照我们的估算，应该超过4%。如果照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预估大概到4.8，那么英国的经济，另外一些经济研究机构预估可能超过5%。所以哦，这一句话印证老师刚刚讲的了哈，刚刚讲的。那么其次哦。
我听到老师刚刚讲的宗教环境，宗教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我想宗教是一个教化人心、净化人心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的理念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希望我们在中华民国政府呢有这个责任跟义务，给大家呢，尤其是我们各宗教界提供一个良好的宗教环境。这个宗教环境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宗教的相关法令能够解套，那目的就是让各宗教界的人呢能够专心一致的在道场上为我们每一位师兄弟，为我们每一位善信大德呢能够专心一致的能够呢来宣扬自己的宗教信仰，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人心能够净化，这是一个内修的。这个内修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是属于命跟运的部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内修，提供这样的一个内修环境，那么大家朝这个方向来做，我们国家社会自然就安定祥和。那因此周遭的这些宗教的法令松绑就非常重要。那么过去因为我们民国十八年有一部非常老的法律叫做监督寺庙条例，民国十八年到现在经过74个年头到现在没有改，这个法令对我们宗教界似乎非常的严格而且不平等，只有对寺跟庙来监督的，所以叫监督寺庙条例。其他的宗教咱没法讲了吼，无个监督的范围不讲了吼。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平等的法律。那么，因此呢，这个法律我们要把它废掉，用新的法律来取代它，让各宗教界能够平等。那所以呢，我们最近才草拟一部，内政部才草拟一部宗教团体法。当然，这个要修法程序比较繁复，用行政命令可以来解决的，那么或者是已经完成的法律也有很多的部分，包括我们农业发展条例修改啦，那么国产法修改啦，我们土地的分区的编定放宽啦等等等哦。那么这个我想不要花很多时间，总而言之呢，希望这个环境提供更好更优厚，让我们每一位宗教界的师父法师大家能够专心一致的，那么能够宣扬我们很多的佛法，我们宗教上的各种的精神，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好，那么社会更祥和，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目的了。那我想我简单的把这样的一个用意在这里一点心得呢也提出来跟大家报告。那么我们谢谢师父给我这个时间，谢谢各位师兄师姐，那么很高兴今天来西子地区跟大家结缘，那么洪水节的部分，那么有时间我再请教老师，也请教各位师兄师姐，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啊，谢谢。阿兰，谢谢主秘书长。啊，台湾的经济，台湾这个土地，啊，有这种前途，咱免惊，免惊讲哦，我无移民袂使咧。你看，咱移民去，尾仔嘛是爱落叶归根呐。台湾这片的净土，予咱打，予咱食，培养咱教育，予咱放尿放屎，大家在糟蹋。台湾这土地将来唔爱甲人计较，所以啊，咱爱有一个知恩、感恩、报恩之心，用咱上大的力量，用咱的心，用咱的智慧，共同来建设台湾这地的净土。
啊，所以咱今暗呢，伫这里举办着这个啊一间风水学的讲座。啊，我甲大约讲出来详细内容，即是各位等于恁两慢慢来学。哦，你看一项，你抄一项，一定无问题啊。先生家己做，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家己学多来学习，若是各位咧有兴趣者，啊，咱有时间一礼拜抽一天的时间，暗时啊，哈，咱共同来研究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哈，咱刷咧咧。要来甲各位解答恁的问题，恁的疑问。啊，人在世间呐，吼、哦，有人都有输，无人都无输。啊，有输是喜，无输咧是悲。因为地球人拢袂掉下都无输啊。啊，因为人个人因缘，个人因果，个人福报因缘。以无共款的方式来启示伫世间教化大众，啊！现在咱啊，就以信众弟子来讲，请问师父，我有一个妹妹，一查某囝有精神真严重，问题，请问老师什么时阵会使去南投请老师开示？啊，王碧华啦，好嘞，礼拜二。拜日暗时伫台湾市，拜六暗时咧，哈伫迄个台安市，啊拜四咧，啊伫咱后里三宝寺，拜三伫高雄道场，拜一啊伫台中东山路的道场，啊这个拜五嘛是东山路礼拜伫仙路寺，哈那么遐个所在。咱来修崩，他当时崩会着。不过精神有问题，一个真要紧的，鼻啊，发觉鼻啊有问题，鼻有问题，头壳就啰啰，头壳啰啰，啰啰嘞，患得患失，神经偏。我拄了足济，在咱六月十八，咱伫是大安寺，哦，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的佛诞的时，有一个恶丧，四十外岁，去嘞。走路前方位，老师，你甲看了好无？安尼神经病，嘿啦！你也歹跳楼嘞，我足一届要跳楼，拢跳无落。想讲第一跳落囝细汉，第二呢吼跳落若摔无死，脚掌手掌阁歹看。啊，第三跳落虽然歪一边吼，后摆比现在阁歹看。啊，阁跳落吼，若真正死翘翘吼，啊，大家甲围咧看。啊！我安尼真无可奈何，这地方看笑的，啊，怎了？唔敢跳，跳足一届唔敢跳。我看真简单，你鼻塌掉的，是安尼鼻塌掉，目眶乌乌，目眶乌乌，鼻都未通，未通头壳啰啰，头壳啰啰嘞，对后脑大个字嘞，个字哎呦，加几啊公分，个字要关起来，加几啊公分，你呢？你敢会未呢？卡在弄出来，啊，就过啊。一下甲放诶，老师，我即下倒去啊，伫台安市，像哪台安市？嗯，我哪好呀？我安尼尔，一分外钟，杀个开。哦，所以即啦，咱人思想未通，偏啊太掉。咱诶思想思维太掉诶，患得患失啊，迄有诶偏啊引起诶。再来，有诶去拄着阴邪，啊，拄着咱人往生去诶时。讲伊，咱厝边头尾，老人转去，阿公阿转去，过，甲合掌上甲拜者，阿公啊，阿婆啊，啊恭喜哦，世间的劫煞啊，佛，你到佛祖去啊吼，恭喜咧，你莫回头，世间足苦的，阿弥陀佛，伊袂找你，你放心。在六年前，啊，阮就啊，这个啊，地主啊，伊咧装修，吼，他看一拆啊，要破呀。啊！你足艰苦，舞一阵堂舞无法嘞。啊，咱的李班长、李仁图李班长嘞，伊就甲带来，带来咱的贵族活动中心嘞。我讲，啊，你这個人有够硬，无自卑。好、啊，你是毋是楼下有人等你闪？嘿啊，有熟悉有啊。
伊就来着闪闪边，偌闪嘿，老朋友出面头尾，你闪就弱嘞，头壳个毛嘞，你就头壳要破呀啦，毛足侪工个，听哀哀叫，唔知要安怎，啊，硬要一直要落，那想要跳楼自杀同款安尼，我真简单转个，去烧香，歹势哦，出面头尾。啊！我个拍摄点点香，包只背包，刚拍只回去嘞，抓好呀！啊，抓头壳都未疼，你看。啊，所以这不会冲翻掉。啊，咱若冲翻有诶啦，用去找师傅，吼、啊，甲咱上经消灾，哦、啊，拜佛祖嘛真有效。啊，请问师，如小孩有不专心、过动现象及成绩落后？言语啦，哈，理解能力低落，该如何从风水改善？我这么多过动儿，十个九个到皮肤问题，过动儿，伊家己咧精神有，体力有，伊个想法咧，唔知要安怎？伊个想法咧，糊里糊涂。啊，你叫我停落，真艰苦。迄啥，足侪是伫片引起的，恁家查看下来，过动儿。啊，鼻啊会影响嘞，咱去找耳鼻喉科，啊来医自然度卡，哎，一旦改善，啊，所以过动儿的医疗嘞，你会记得注意对鼻内底甲找这個问题，我相信恁会解决到真侪无必要的烦恼。